来看到这边爬墙上道斜角度给上去，第一波进场，先砍掉流浪的 Krabby， 再砍对方的 Eric。 哇哇，这边再多掉宋和娜，哇哇哇，这是一波拔刀，哇，光速斩。我不知道架起一个很完美枪线，赶紧让我们开始做伤害。第一时间没有人任何来做阻挡，点掉豆豆要补，再点掉游戏阿鲁，再点掉塞海的萨巴克，也难逃枪下。这是第二次让 Obuto 的士兵肌肉爽射一波，直接第四点拿下来，太舒服了。看他在蹲了很久候补选手之后，真的有把忍者给练起。哦，这边一个、这个反弹，直接一个 dash 刷到豆豆了，马上绕到了后侧这边，没有补爆和尚吃不了，被D把罩住，没有人补给线，直接被抱团围殴。Ristia 的那个和尚有所发挥，直接摸掉了是 Amaker。不要死掉，对，直接就发生。哇，这第二期蹲得很漂亮，锤到了大部分成员之后，马上一个衣冠断奶之后开锤，没有问题。太漂亮了，对，这波这个蹲 Arrogant 是我目前觉得 OPC 莱因哈特玩的最好的。握在手中，他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出手，刺客阵型太乱了，他选择丢在的是对方的温顺身上。温顺这边竟然没有倒，哇又哇，这个奶线给的太漂亮了，这个温顺没死差超级多，你看他现在要杀人了，这边往前跳，哦又在扒掉了对方三名成员，我的老天，有机会进海来。军靠这边只是一个右键转身就吸掉这个脉动炸弹，对，有点就是啊。一打六，一打六，好猛，还没死。这个活太走位吧，哇！这边小心点到，这边又补上了一个，我们来看燃烧，哇，来不及。HK 在这边3-2，多拉多击败了 Blank。是哇，这一边的3-2，然后大分是3-1哦，打得相当相当的出色。